早上好，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我是你们熟悉的那克拉魔王杰虫尼日奈。然后本期的话就要给大家带来一部韩服冲击最全服最强那克罗斯的排位实战影片。影片开始前请大家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加分享。那么我们话不多说，直接进入正题。开局我是选了红开，上了魔魂路抓尸首。我们这边美娜是帮我打红，提高我的刷野速度。另一个方面是防止对面来骚扰。三尼尔也开始了对面的三尼。总的来说，换了种会保护你发育的队友，玩起来是真的特别舒服的一件事。希望大家也能够碰到这么好的队友。虽然现在还是发育的悠闲时光，那我们再来一聊装备魔纹奥义。这场的出装由破阵长矛换成了钢铁长枪，拉直出了二级打野刀之后补的直接补角度士，其他的方面跟原来的装备没有什么变化。魔纹最常带的是恶魔觉醒，恶魔觉醒是那克罗斯的老牌魔纹了。相比较周而复始，它的优点在于打架更强，而也是之前的16吸血16暴击率，红色10个暴怒，绿色10个龙爪，紫色10个夺萃。前面会占了，我们直接过去二一 A 大，四个人很明显没有办法，所以先撤退等待机会。就是现在二一能找接平 A 收下对面的打野和法师，接着和搜索清理上路的兵线。前期的团战就已经取得了两颗人头的优势，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开局效果。接着把信号和队友一起开魔龙克尔德，对面的打野刚刚升完不久，所以没有人能抢得到，配合射手拿下了魔龙，那我们就要去发育了。然后左手持两个小兵的一个黑法师，刚好我们也抽出了绝小度士长矛。先知道这个小姐怪，要看一下古龙的情况。他先去下路，先去下路，然后我们收下个线，收下古龙。他要上前杀你，直接二一打，然后队友收下。然后右边那边先去了蓝区，他应该会有打，我们就赶紧就赶紧。对啊，大家快乐好了，然后来队友拿到我，拿到我。他经常强化攻击，队友队友拿到下路下回音。就要帮潘英把小野怪吃了，然后撤退。对面这个老爷爷一直紧追不舍，那我们就反打。对面的萨尼来了，我们赶紧二技能往后撤退。还好跑得快，不然就被萨尼的大招中了，就很危险。然后自家红区先把红 buff 吃掉，然后吃掉小野怪。打开装备栏，预购一下钢铁长枪。打开桌面板，看一下对面的魔纹，继续把刷新的蓝 buff 也吃掉。那克罗斯的跑酷街头是我最喜欢的造型了，它的操作手感和技能特效以及打击感都是那克罗斯所有造型中最完美的。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感受，因为种种原因只有我在韩服才能体验到。日服我玩的时候还没有出这个造型，台服我玩的时候需要抽奖才能得到，先行服却已经绝版了。配合辅助拿下潘英之后，先清理兵线。刚刚看到对面他已经回去了，所以直接推他。我看到有太多的打野打出优势，不去推他反而反野，还是回去继续刷自己家野怪。这样一来二去，自己建立的优势就不复存在了。要记住，这是一个推塔游戏。对面已经回防了，这条魔龙直接开。打架和发育是为了最后能够推掉敌方的基地，所以防御塔是要大于一切资源的。直接二一 A 利用第四下击飞，留下对面的老爷爷。打完就撤退，准备去打即将刷新的古龙。像这种地图上的中立资源，能多拿几个就多拿几个。回到红区把野怪清理干净，因为你多吃了一个，对面就少吃一个。像是河道野、古龙、魔龙、凯撒这种中立资源，是除了双方同野区之外的额外资源。
虽然这小野怪只有钢铁长枪演出好了，我们继续去清理南区的野怪。然后现在你会发现，只要魔龙一出来，我都会在第一时间集合队伍除掉。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魔龙科尔德，他所提供的经济和经验虽然不算很多，但是他的龙血 buff 能量提供的法术伤害是非常可观的，甚至可以媲美恶魔微笑。试想一下，团队五个人都有恶魔微笑的被动，去和上一个本级小兵所没有的团队小挑战，除非是角色克制和操作太大，基本上是稳赢了团战。看来利用位移和走位躲避技能击杀老爷爷，现在几乎满砖块，直接上去二一 A， 被夜叉绑住不用慌。看清楚大量消失的时候，强化回复，而且能拉出来，然后直接入侵对面的蓝区。他已经走了，那我们就上去接盘。平 A 第四下击飞瞬间开大，只有二技能横扫拿下。接着回到下路退掉防御塔，二一一连招回到河道清理小野怪，红 buff 也快刷新了，先吃掉小野怪。时间刚刚好，这才配合 PA 吃掉小野怪。一二 A 大快速刷红 buff， 但上面的这个小野怪也不能浪费。打开作战面板，全场记忆最高六分钟超神。刷完这个小野怪，蓝 buff 也刚好刷新，赶紧刷完蓝区，准备去开魔龙科尔德。小地图看到对面的打野在上路，法师、射手和辅助都在下路，所以魔龙这边是非常安全的，直接开。两分钟第一条，四分钟第二条，七分钟第三条。中路没有队友，我们先到中路看看。看到老爷爷直接二爷大皮一下被拉出来，清理完中路兵线，直接接着开鼓。老爷爷被远宁收下了，我们也蹭到了一个助攻。本来是想上去打野刀的，还有一周胜利好天。下路没人，准备蹲蓝区跑团看看。碰到夜叉直接一套打残血，可惜被他瞬移跑了。哎呀，绕嘴天肉这么飞了，那我们就回中路用一技能击飞萨尼黏住他，配合零零拿下对面的萨尼，只有我们去刷蓝 buff。 小地图看到对面下路没人，我们直接去推塔，推完防御塔顺便清理兵线。看到老爷爷，我们直接一连招拉出防御塔伤害，打了一套消耗我们就撤出来，打信号集合队友一起攻击凯撒。凯撒那个位置太危险了，后面还有艾雅，所以直接撤退，千万不可以越战。想要老纳克博斯玩，其实只要学会拉打，这个拉扯大家经常打一套就拉出来，等待机会，等待技能冷却完成再进行进攻。纳克罗斯毫无疑问是最适合拉打的角色，打了一套位移技能差不多就好了，超级短的技能冷却和超长的位移距离，配合大招的免疫控制可以玩弄敌人于手掌之中。虽然这一切的成员都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发育不起来再怎么细也是无用功的。这里二野 A 大配合制裁车的地面海牙，接着上好伤害，一技能接平 A 收下萨尼，再拉出来平 A 接二技能继续平 A 收下夜叉，有机会五连刷二野 A 大收下老爷爷。本来是预判判音的撤退路线拦截的，可惜他有被动位移到了反方向，这也说明了有时候预判的太多也会失算。剩下的两波团战作用不大，我就剪辑到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纳克罗斯教学的全部内容了。制作不易，还是那些能够一键三连，你的点赞、评论和分享，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也是我继续做一篇的动力。谢谢大家！就我是纳克大魔王，解锁迷人奶，我们下期再见啦！